最基本的风水就是味道跟裂掉，你要看起来完完整整干干净净的最好。对对对对，不能裂，所以可以就是家徒四壁，但是一定要干净跟没有裂掉。对对对，这是没有霉没有裂掉，一直搅混。好，冲出来。没有没有，我有一个很认真的问题，脚家里都非常干净，然后我就都没有什么皲裂，但我脚底皲裂会怎样？我觉得好，建议你要马油。就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就是脚底一直皲裂，这会影响风水吗？跟风水没有关